洗刷地板，解决长者困扰。把那些他不要的东西丢掉，不然就是把它清理哦。还有一个家庭束手无策之际，志工伸出援手，真的很感恩，洗得很干净，只剩下我是要随便抹抹一下就可以，然后还把我那些重的东西搬走，真的是减轻我的负担。要不然因为我有两个自闭儿，我还要兼顾他们，真的很感谢你们青山上的慰问，真的。灾后打扫精疲力竭，美味素食帮大家补充体力。今天在这边吃的东西主要是以素食为主啦，素食是由永平佛教会所烹饪煮的。餐盒节省烹煮时间，也是推素的好机会。好，我回家去收拾了哈，我就再放放下午，我可以不用去煮啊。然后我还是有鼓励人家，好像你们开始没有办法吃肉，你就一个礼拜就减了两天，等到你要适应了，就再减一天。素食当然我们希望越多人吃越好。那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倡导，就是让年轻化。这次大水灾情惨重，提醒大家要守护环境。之后我们减少吃一些肉类，也可以为地球出一份力。现在呢，天灾频传，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多素食，然后净化人心，然后环保一定要做。极端天气不是干旱就是水患，素食爱地球，刻不容缓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报道。